来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来来来，这边，这边啊！那个培养 B 啊，是有比指挥交通，这个叫指挥棒。你不知才在音乐界吼、哦，在指挥，吼、哦，在指挥，上界出名是什么人呢？这个人呢，是一个意大利人，意大利人啊，伊哦叫做托斯卡尼尼。这个人是音伫音乐界的人，大家拢足想要听伊指挥的音乐。 伊只会音乐吼，足特别诶，即个人诶，成功诶故事要搁较特别。伊教会吼，开始学即个大提琴，吼，学大提琴啊。伊安尼一路学学音乐吼，又一摆参加一个乐团。即、這个乐团呢，去到伫巴西伫演出，想未到竟然发生一个代志，就是呢。 发生因迄个原本的迄个指挥，甲规个乐团吼意见不合，啊，咱只知影学音乐拢做个性，所以即个指挥就讲毋做啊，哦，罢演，伊讲啊，无逐个卖演，就全走去啊。当然观众逐个讲我买票拢买好啊，你啥物事甲给他罢演安尼，哦，所以规个乐团乱七八糟诶时阵，即阵就有人咧建议啊，讲诶。 啊，有一个少年囡仔吼，咱迄个咧学即个大提琴，迄、那个吼，迄、那个其实音乐真,、哦、真好呢。吼，我感觉伊个音乐性真好呢。吼，啊，无咱问看伊要指挥无？无到二十岁哦。迄个人叫做高囡仔、啊，一、這个无到二十岁，迄内面迄乐团，逐个拢大师，逐个拢已经老师级的啊。吼、哦，竟然就在即种情形之下，临时啦，一、這个少年囡仔、啊。 互邀请，哦，所以这个托斯卡尼尼呢，就在这种情形之下呢，上台提起一、這个指挥棒，然后开始指挥。而且在指挥的时候呢，竟然拢装无看破。你知影作者指挥头前拢爱放一本谱，啊！啊，指挥啊，很好不好？哦，啊，指挥指挥啊，很，你看看看,看过来，安尼看，伊唔是，一直。 事情拢无认识哦，但是因为做诗人学音乐，啊，伊有天分啊，音乐性足好呀、啊，所以人家推荐，讲无人叫伊名啊，有人讲啊，无人救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其实吼真厉害啊，所以伊就专克哩，啊专将迄本破砍起来哦，就开始完全用伊个天分哦，用伊本来著正实的即本破，因为伊本来著咧救嘛，伊本来是乐团内底一个嘛，所以这曲吼伊正实个嘛，所以伊安尼指挥指挥指挥。 哦，指挥了下面的观众，大家哦，站起来他，那時候开始拍谱。啊，安尼啦。对，迄阵开始吼，这个少年伢啦就出名，真正英雄出少年呢。无到二十岁开始咧指挥，而且老妹呢指挥到这个因内地国家吼上、哦、出名的这个音乐厅，底下咧指挥。啊，这个人足性给力在哦，伊讲吼。 伊即世人吼有一个足大诶毛病啦，虾米毛病咧？人个观众，逐个听到足欢喜诶，最后听听咧要无够，个拢嘛安可安可有无？吼、啊，拢咧伊叫啊！啊，什么咧伊叫？上大部分诶指挥拢个是入边来底啊，听逐个拍啊，声吹出来，又个先行出来，啊，行出来了以呢，第一乐团，吼啊，行一日咧，吼啊，逐个乐团嘛拢行一日咧，啊，行一日咧，然后伊就个扑拍，站起来。 佫一两手，啊，逐个才会耍。这时你若咧听音乐会，人拢知影吼。歹势。咱即位是作性个啊。迄下面逐个扑个正吹咧，无论哪吹，伊毋出来都毋出来，伊著是毋出来。所以吼、哦，伊咧做指挥吼，毋捌咧讲安可诶啦。即两人著是作性个啊。啊，这意大利人吼，因听音乐听了惯势啊吼，因就感觉讲啊，你安可是你应该啊。所以吼、哦，迄有诶观众吼，原来中意呢。 你毋出来，我继续。哦，我怕怕，硬要叫你出来就对啦啊！所以有一摆吼、哦，实在是冻未调啊。迄下面的观众毋放你耍，因为太成功了嘛吼，唔、哦、放你耍。你敢毋知影伊安怎？伊怎对演出嘞后台？哦，演出嘞后台迄边数吼，伊、哦、怎对玻璃甲讲破？怎对玻璃爬出去？安、啊、尼？你看有即、這个真系有个性嘅人，哦啊！但是伊伊才华，啦，所以伊咧讲起嘛吼，作者即个乐迷吼。哦 足爱听古典音乐的人吼，即方面足爱听伊啲指挥嘅版本，哦、喔，咁啊，伊啲指挥哦，伊音乐做起来无共款，人讲伊是天才，啊，啊你讲啊啊共款，什么人指挥敢有差？啊，较会无差。诶、欸，我即问吼恁兜咧做饭吼，什么人咧炒敢有差？咧炒菜咧喏，共款迄个材料，迄炒落去食出来味，完全无共款，指挥就是安尼。共款一本谱，无共嘅指挥，共款诶乐器哦。 无共嘅机会，你营造出,出来的感情，迄是无共款。所以，即个人嘅成功，咱是来讲，即、這个完全是咱咧讲，即个十四造英雄，都、就是上帝给伊嘅时机啦。哦，因为这毋是照一般嘅人讲，我咧自细汉学抑去学校，抑去、啊、安怎、啊、安怎，愈来愈来越出名，伊毋是啊。所以伊嘅故事，是伫音乐界出名的一个故事，就是在一场诶表演诶中间。 绝对度造就伊成功诶机会。咱用即个小小故事呢，来做咱今日日节目诶一个起头。因为今日日圣经甲咱讲，耶稣对伊学生阿讲，讲，你留伫耶路撒冷，你等上帝，哦，你唔通离开耶路撒冷。上帝有位诶时间，上帝有位诶所在，你等责等，你伫遮祈祷。哦，当时我无必要甲恁讲。 因为我要尊重上帝，我要教恁做人嘛，啊，做人就是要尊重天嘛，所以恁直接等，时间到，上帝自然会做，耶稣唔是讲唔知样啦，耶稣是总嘛讲，咱每一个人类世间，你爱学习，你爱去尊重上帝，上帝会去做伊个部分，啊，什么部分属于上帝呢？那你讲天时地利人和嘛，哦 讲什么事情要做什么大事，这伫上帝手中；哦，什么所在要成就什么大事，这伫上帝手中；什物人要甲你做伙完成这个大事，这伫上帝手中。所以即个真要紧。所以耶稣对学生仔讲：讲，你的领受上帝的工作，哦，你们底所以叫学生仔全伫下等。」 所以，罗密因在祈祷中间，上帝灵就转降临在因诶身上，所以福音今日去传到全世界。但是重点就是因伫遐咧等诶迄个时间，迄个就是代表咱人生做事时阵，你都必须会等，袂当叫你诶时间。咱人因为寿命短，咱拢无啥会堪住等，啊、哦，咱拢要赶紧，上好马上现在。 都来成就，但是上帝讲毋是安尼，迄上帝拢想好有一个时机，因为即个世界太复杂啊。什么时阵上帝互你来一个突破？什么时阵上帝互伊哦有一个成长？这毋是伫咱人诶手中啊！上帝咧控制即、這个、這個、管理即个世界啊，所以呢，保罗著讲得真清楚，因为保罗曾经捌了上帝。 甲伊诶灵魂，哦，甲伊带去天顶去了解天顶诶奥妙，所以咱有看过著记住捌诶，一定是安尼。你若毋捌去过吼，较讲拢无效啦，哦。像阮我来讲，一个国家你毋捌去过诶时，阵，你干那听人讲听人讲，迄拢无效啦。你著家己去一摆你著知，对无？哦，你毋捌去过日本，听人讲足清气，你去一摆你著知。你毋捌听人讲，你干那听人讲美国上好耍，哦，啊，你著去一摆你著知。 无去真正就是毋知，啊，即么问题是咱无人当去天国啊，有去嘅拢无登来啊，对无啊，所以上帝讲，安、啊、尼我来，我来吊一个啊吼、哦，做导游嘅啦，导游啦吼、哦，我吊一个来遮，伊看看咧，我佫放伊倒登去。哦，这人类历史上无几嘢呢，啊，所以其中一个就是保罗，好、哦，保罗因为伊把落上帝吊去到天顶嘅时，阵啊，伊看有啊。 伊经历过天国、上帝国种种，即系美好，即系奥妙。所以呢，当介搁再倒来嘅时阵，哦，伊咧传福音嘅时候，唔同款啊！伊咧传福音，有讲出足济重点，其中一个重点，保罗讲，讲呢，咱人活伫世间，哦，你要活偌久，你伫舞台顶要待偌久，你嘅角色，你扮演啥物角角色？ 啊，佫再来，你要待伫虾米所在，上帝拢有甲你安排。吼，所以各位，你今仔日去生日台湾，即个你家己决定诶，毋是嘛？你著无决定，你都已经来啊嘛？足侪人讲，我无想要待伫台湾，我想要来出国去。诶，足侪人拢话安尼啊，想要出国啊，啊，想要出国出未去啊？即款人有济无？吼、哦，即款人太济太济咧，想要出国去留学。 哦，想要出国吃头路，想要出国去生囡仔，哦，这足多啦，啊，都无机会啦，迄无阿多啦，迄未勉强一来啦。哦，啊，你咁想讲，像我，我伫我哋国外咧，有人是无想要出去呢，伊是无想要出去，但是最后，上帝嘛是足奇妙，把因带炼去到伫外国嘅所在，所以这真正，这足歹讲啊，有人想要娶要嫁，啊，确实。 高高兴一个啊！啊，有诶人是足无想要嫁啊，无想要娶啊，想讲我家己一个就好。但是像今秒上帝甲伊安排，今什么婚姻？哦，所以咱做一个基督徒，你也了解啊。足济代志吼，迄、哦、是上帝咧安排，咱就听好。就亲像耶稣教导伊学生，你等哦，啊有啊无，你等哦，等诶你就知。 所以，咱若有足侪观众，每日要结婚，你讲，哎上帝，你到底是要我家己一个单身著好，还是你要叫我结婚吼？你免一直问啦，你著等啦，哦，你过你该过的生活，你著等，哦，啊，时间够，上帝著互你答案。我嘛有熟悉一个宣教书呢，伊著是你讲，啊，上帝，我著无必娶，无必嫁，我我都不要嫁伊个女诶啦我就音，我做上帝讲，我毋免去照顾家庭，哦，我无需要过一个家庭安尼、啊，所以。 一世人咧拢咧做上帝诶工，啊伊也毋捌想，过伊也毋捌想过讲伊有要结婚啊。结果到六十几岁诶时阵，哦，差不多要要退休啊。哎，结果，诶、欸、上帝煞伫个身躯边安排一个人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说伊家己嘛感觉讲，哎，啊，当咱即马甲即个年岁啊吼，若、哦、有一个人甲咱做伙过嘛是袂歹。所以嘛拄着即个六七十岁啊，则咧结婚诶咧，迄较早拢是家己一个人咧服侍上帝，上教师，食较老诶时阵。 上帝教讲来，你即马过来学另外一课，学婚姻的功课哦，有这款的啦啊！所以这每一个人，上帝的安排是拢总无共款。你袂当家己已经，你毋是神嘛？你袂当就你讲，我都绝对即世人拢袂结婚啊！你也知，你不一定知道啊！啊，有人是讲，我一定要结婚，嗯，你讲你要结婚，就当结婚咯、喔，毋是安尼，所以人生有足济遭遇，这毋是你一个人会当决定。 所以耶稣讲，你等，等出一个上帝要给你的答案，因为成功迄是上帝的安排，人生是上帝的安排，哦，这要紧诶，一个观念。休困等下了，继续来。<music> 欢迎登来老三的节目，哦，成功是看时机啦。 哦，共款嘅代志，无共款嘅时代，迄、那個、效果拢完全无共款。啊，我即个笑话啦！讲有一个人吼、喔，伊因为招啊，去互掠去关啊。你家家内面吼、喔，啊，人人家问讲你到底走书啥物物件吼，啊，你到底是创喺倒位安尼啦？吼、啊，人家别告嘛吼、喔，伊讲毋讲，伊拢毋讲，拢毋讲安尼。哇，你去互关啊，拢毋讲啊，啊，拢毋讲就一直关，一直关，一直关乖十年啦。 为怎样？哎，都足入、哦、来咧！哎、哦，今日咧，跟一群做伙人讲吼，讲咱忍耐吼忍耐。我跟你讲，我的招数迄是宝贝啦，迄宝贝！等若有几吼，我若出家了吼，迄我遐物件遐个货吼，摕出来卖吼，咱著好起来了。哦，阿你陪我管遮久啊？吼，我跟你当做是咱好兄弟，吼、哦，咱做伙来卖七批货安尼。 哎，這是咧，到底啥物件？我先卖甲你讲，吼、哦，秘密，这是秘密，未当讲，未当讲，绝对未当讲，安尼。所以讲，乖乖乖关伊甲老妹放出来啊，吼伊著讲，今日、哦、好兄弟，行啊，哦、出运啊，好命啊，来来来来发财发财，吼、哦！大欢喜嘞呢，我走去一个深山呐，来一个足偏僻诶所在安尼，吼、哦。啊哦哦，甲、哦哦、一箱足大箱诶啦，吼、哦、讲，你看，咱发财。 靠智商啊！哦，迄人诚好奇啊，到底是啥？来拍开看，你就知。拍开一个看，吼、哦，迄差不多五六千个 B B 块哦。各位，这叫做时机啦。B B 块，迄什么时代物件啊？这么多人在用 B B 块啊？所以这个就是咧讲，咱人吼、哦，你要成功是要靠时机。 嘿若即个物件当咧红诶时阵，你卖你著叹钱，即爿都无人买啊！即个物件嘛，你卖即个物件，你著无生理，你著了死。你看这边阿讲，对无？啊，所以足侪人伊诶人生有种感觉，叫做生不逢时啊！啊，我奇怪，我即个专业哦，我若是活伫吊诶时代，我是不得了呢，我是偌成功呢呢，对无？所以咱有遐小姐啊、妹妹啊，较大个来讲。 啊！你著生毋到四代，你若生伫咧东朝诶时阵，唐朝你著是美女，因为迄阵爱查某囡仔大个啊。所以吼、哦，四代这真正咱无法度掌握。所以成功真正叫做上帝的安排啦。上帝安排每一个人伫人生舞台顶扮演无共款诶一个角色。伫圣经有一个特别诶观念，著、就是每一个人拢是主角。 无分啊！著算讲你特别牛，甚经讲即种人叫做上帝伊五千牛银啦、啊，哦，即巧诶，优秀诶，厉害啦、啊！另外，较普通诶人是两千牛啦，哦，啊，你、啊、较航班诶吼，一千牛啦、啊，有差呢。有人真正足牛诶呢，有人足优秀诶呢，哦、啊，搁会晓唱歌，搁会晓跳舞，逐项拢会晓，会样运动，五千牛诶啊！ 但是，有我人一千六年，逐项拢不一样啊！啊，憨脚憨手安尼。但是你，你知影圣经讲五千个加一千个，无论你偌济，你只要好好啊扮演你诶角色，好好啊演哦，将来对上帝遐得到诶赏赐是共款诶。即著是咧讲，基督徒甲一般诶人观念足大一个无共款伫遮。一般诶人是咧讲，我有我比你较有我熬啊。 我比你较好读册啊！我比你较缘投啊！我比你较厉害啊！我比你较优秀啊！咱係骄傲嘛，哦，因为伫即个世间呢，即、這个规则就是讲厉害的人较赢面嘛。但是伫上帝规则毋是安尼，上帝讲你牛嘛是我好你啊！你成功嘅机会我好你啊！你趁钱嘅机会我好你啊！哦，你趁钱嘅财源我好你啊！你有啥物通好骄傲？无，啥物通好骄傲？ 所以，上帝甲咱讲啊，真清楚啦。无论你什么英雄豪杰啊，抑是你是一般嘅平凡老百姓，只要认真过日子，你上帝遐得到嘅赏赐，隆重感快啊。虽然都毋免追求一定嘅成功，毋免就追求者、這個，因为伫上帝眼中，无啥物叫做成功。哦、啊，到你尽力嘅本分，安尼就是成功啊啦。但是，即种观念一般嘅人咱无接受。 在咱这个世界是非常的竞争，什么叫做成功？我赚比别人较济，才叫做成功。哦，我分数比别人较悬，才叫做成功。我住嘅厝比别人较贵，我买得起，你买不起，安尼叫做成功。但是这种观念不是一个圣经的观念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吼，你要看圣经、了解圣经，你人生才会快乐，因为你了解上帝的看法。 上帝的看法跟这个世界人的看法是无共款。上帝的看法是讲，你只要有做你应该做诶，哦，安尼你就已经是一个足忠心诶人，安尼就等于是一个足成功诶一个人。哦，所以一个人要诚做一个什物款诶人，迄是上帝互你诶一个机会啦。有人足拍拼，但是摕未到啊。哦，啊，有的人你著看到讲，即个敢那不才不才啊，都无啥，哇，结果一路顺风啊。 所以有真正有才能嘅人，因为太过骄傲，所以呢，颠倒呢，伊无法度通来成功。啊，有为人可能加平凡，但是人伊谦卑，圣经内底讲，上帝就拢高估即种谦卑嘅人。所以你颠倒，你看伊无啥，上帝欲祝福乎伊嘅时，人伊嘛是事业卖当做个写写。叫。所以这人生是足趣味，足歹讲嘅。所以耶稣开伊也是生啊讲，你若有一点，毋通想要靠家己。 你来学一点，你来会想去了解上帝想法、上帝做法，你来会想去了解上帝规则，所以叫一下、啊、什么？爱地下单，阿要创啥？无创啥，都跟他地下单。古有毛一个故事啊，这个故事咧讲到讲，上帝迄阵车派遣一个仆人，讲来，你来带领百姓来甲人修正，哦，啊伊咧带领咧修正咧阵。 嘛是想讲，逐个讲哇，啊要烧钱了来比手五、嗯，哦，逐个要来拍呢，结果无，讲上帝讲恁伫遮等，恁伫遮等，哦，等甲上帝讲，若差不多的时阵我甲你讲，等甲甲你讲的时阵吼，恁、哦、只用话声的就好，毋免甲人争，恁敢若用话的，因就惊到，因就会倒啊，哎，这嘛是足奇怪的代志啊，哦，结果呢，因得到大胜利，这个人就是今仔日伫下校啦，还是讲伫咧饭店啊吼。 拢专门咧送圣经诶啦，哦，叫做积点、哦就是、啊，积点会，都是用即个人诶故事我，都是讲，伊咧为上帝做工，人生要成功，毋是完全拢靠家己硬斗安尼，毋是，是，但上帝诶时间，哦，上帝诶时间若到，上帝要成就诶代志，自然伊就是会成就。所以咱做人吼爱放轻松，哎，要放轻松，做人有当时爱学习，你爱等。 有时阵你看无，讲那会安尼，啊？你爱等。有时阵上帝吼、喔，敢若是手门甲你关起来，吼、喔，互你足无顺利。但是，迄是因为上帝要带你走另外一条路。所以人生拢是爱等。所以嘛，是有真济人感情真挫折，讲啊奇怪，啊我谈恋爱那会才无顺利，那会去互放捒阿呢？吼、喔，但是等甲落尾时阵才知影，哦、喔，原来上帝唯一所陪伴诶是其他诶人，啊。 所以讲，是你的著、就是你的，毋、嗯、是你的硬要要，你也得袂到。哦，那是家己加艰苦的呢。人生爱放互开，真正爱放互开。哦，有上帝来为你来陪伴，哦，有上帝来带炼，上帝带炼你的事业，上帝带炼你的家庭，上帝带炼你的婚姻，上帝带炼你的囡仔，你要有信心，你交托给上帝，因为你的囡仔是上帝创造的。 伊诶前途安怎？咱唯伊指导就好，上帝自然就带领伊。咱毋通做爸母，诶甲家足着急哦。啊，咱着急，时阵若定定甲伊念，定定甲己仔念，互何仔足大诶压力？结果囡仔诚痛苦哦。安尼结果伊也艰苦，啊咱也艰苦哦。所以，要来建议所有朋友吼，今仔日来学一学一个功课：人生无顺是下等因为成功是看上帝，上帝自然为美好诶安排。 后集请继续收看，多谢。